很多都是那个有黄眼睛的人。哎，我们还听到现场所有的媒体打声招呼吧，对，来看几个国外的听众。大家好，金城武，好，大家有参加的一些秀吗？来，金城武打个招呼。嗨，好，那我们请两位先休息一下，待会跟大家见面。来，金姐。非常开心的一个日子，而且又赶上就快要到圣诞节了嘛，所以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圣诞节美好的圣诞节，甜甜蜜蜜，温温暖暖，甜甜蜜蜜，温温暖暖。有了这个商城，我相信这个冬天都会非常的温暖。好，可爱请李小姐送上红酒。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应该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在我们的冰雕当中藏着一个，藏着两个美丽的字。大家能不能那么大声地告诉我们，现在出现的是我？商城，嗨。好，好，谢谢。倒数，一起来倒数好不好？五。有一个活动叫做伤心回收站的活动，是的，我们全国各地搜集了很多的一些爱花者，他们把自己伤心的过往和全部都记在了这个气球里面，所以今天晚上的商城的手艺同时也会带去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所有的不快乐不开心。所以呢，我相信在座所有的影迷在看到我们这影片的主创人员之后，所有的伤心和不快乐早就已经忘掉了吧。哎，今天我觉得都还蛮顺利，没有什么不开心。那我们一起把祝福跟圆筒带到天上。哇，好漂亮！哎呀，今天呢，我们也庆祝圣诞节，我们让那个李小姐送三。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我们已经一直在办了。好，谢谢，谢谢我们小几位。哎，我们继续唱开演唱会了。先生舒淇小姐，然后小伟先生以及徐静蕾小姐，掌声鼓励好不好？哎，谢谢大家。我爱国，大家今天的上海，我们很多的一些演艺界的人士和名流都有到达我们的现场，谢谢大家的光临。我们的粉蓉从外面一直叫到里面了。可以更大声哦，因为现在没有冷笑话。来，徐小何，一二，不要被我的冷笑话冷到。好，四人哦，叫金城武。他看见了吧？他看见了。别挡后头了，别挡后头了。一定来。哎，其实呢，关于商城的话，我们作为媒体人，很多人都有机会提前看了这部电影，但是我觉得还是希望跟所有的观众一起来感受这个首映的特别时刻。那其实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为什么大家这么爱看电影？因为电影是在跟我们讲一个故事，所有的人都爱听故事，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可以请我们全主创人员用简单的几句话告诉我们，商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好不好？老徐开始吧。老徐开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精辟的两三句话就好。我这人比较啰嗦，最不特别精辟的是，觉得是讲在一个城市里有很多伤心的人，伤心的过去，但是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开，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快快乐乐的生活。好，舒淇小姐，告诉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个盘呢？就那个在看完之后应该会让很多留意身边的人，然后多关怀身边的人。关心自己内心的世界。那金秀先生，那我可不可以要求你用剧中人物的心情和心态来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故事？帮我举着这个呀，一定要照着金秀你的角度。我帮你举着吧。举着一定要举着。我知道了。这是一个最久后的故事。所以其实讲的都大概哎，那张牌在你那儿吗？就写字母的那个画上的。是的。哪个？就是那小的蓝的蓝底的，就我刚才举的那个。我们外招挥早人哎，那个不讲了，告诉我们是一个什么故事啊？每个人讲出来是不一样。角色的角度是一个蛮痛苦、从你的悲伤的故事。如果从我的角色的角度，可是悲伤之后有没有解脱呢？解脱了，对吧？解脱了。好，我们张仁强编剧。这是一部很伤心的电影，但是应该会让大家看得很开心。啊，伤心的电影看起来很开心。张成长那些小宝呢？宝那个复仇。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哎。对呀、其实就是像所有人讲。但其实经过我的经验和同事告诉我的经验，告诉大家看商城有几个小贴士哦，就是第一，